嗨，大家好，我是何赫，欢迎收看 Max Nerd 大设计。被窥屏真是相信大家都经历过，真的是让人非常不爽。而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这种问题就更常见了，因为他们经常都是在公共场合工作。那如何在公共场合里保证自己的私人空间呢？国外有款电脑包 Alcove 就相当有办法。说这个电脑包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个用于保护个人隐私的便携式工作台。作为世界上首款移动工作台，它可以折叠起来充当电脑保护套，轻易就能塞进包里，非常方便携带。而展开之后，它两侧的挡板就会竖立起来，遮挡住电脑，屏蔽开周围窥探的视线。挡板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聚音效果，也可以隔离掉周围的部分噪音，听音频时会更加清晰。而如果是要在这张工作台上读书看报也是没问题的，把电脑拿出来，下方的横挡板就是张写字桌了，而且它的上方还内置了一盏工作灯，可以帮助减少在低照度环境下上网阅读时的眼睛疲劳，拯救了自由职业者。这款办公神器对天天待在办公室里的职场老司机们而言同样必不可少，有了它以后就不用担心会被别人窥探到自己的商业机密了。视频素来自 Alcove， 由 Ma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请关注 Max Honor 创意公园。